那我先吹一个哈，你唱啊，我紧闭双眼。好，等一下哈。OK 了，嗯。嗯，道歉有没有长短？不行，要被封。啊！车厘子啊？是不是啊？他说车厘子，你们叫答案。是，那该我了。好，该你了。你这种看啊，嗯。完了，我进来。要再来一下，当胜吧。哎，这如果输了有小惩罚吗？这输了有没有小惩罚呀？不是当胜吗？是什么？错了，西瓜。又错了，错两次。大什么？芒果也不是。车厘子不是。只有这几样水果啊！我吃橙子。你滚！他这是犯规。又没有只能吃水果。就是水果，刚就是水果。那你吃水果又不另外代表我犯规，犯规需要惩罚。那你今天就压榨我吧。再来一次，惩罚就再来一次。你闭上眼睛，只能吃水果吗？我们水果都吃完了。哎，就这几种水果。是的，你下次再玩吧。啊，出来！我能舔下你的耳朵吗？舔的还少吗？发神经了，开始了。噔噔噔，干嘛啦？我今天晚上好好给他治一治，好吗，家人们？有股肉味儿，保证不给你们那啥，嘴不油吗？没关系啊。什么时候嘴油？油也没伤。你觉得嘴油吗？不油啊，当然不油。